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惊喜时间。本周的惊喜跟我的来宾非常有关系、欸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的展元哥。那我们都知道，展元哥是播报棒球相关的，是非常专业的。是，不敢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的惊喜时间就要围绕着棒球这个主题。嗯哦，但我们是比较儿童版的棒球。哦，是哦，神魔之塔可以跟棒球也相有相关联性。总神魔的转出总不会都变棒球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东西有25公格，25公格啊！一般我们9公格，对不对？天到了25公格，所以这个好球袋那么大，那个好球袋那么大，对不对？哈，准备了这个东西。哎，那个是一个吸盘球，吸盘球，吸盘球，我们会让刚刚败部啊。在选手失败的，然后让他上台投这个球，投这个球，丢到哪一刻？指定的数字，我们就会有指定的卡片。哦，有指定的卡片。刚刚大家没有看到欧布，现在他来了。哦，接下来我们的比赛都会用欧布作为双队长，是，并且会有一个让选手自选的一张卡片，是，其中会有三位的。选手是从这个25公格中选出，哦，所以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。3、2、1，冲啊！这边在第一关，两位选手很聪明，都直接洗了个技能。是的，这边直接手转没有问题。好，那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电视呢稍微这个对这个。他说即将关闭。是的，好，就是时间非常那个，对的，好。欠了，不过没关系。两位选手在第一关非常聪明，他们应该都有玩过欧布，对吧？欸、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手消暗惑星，直接来个减伤。哦。所以他们都有计划性的在第一关洗技能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神猫，神猫，神猫好像没有掌握好。没关系，这边我们直接重新进关。对对对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机会。第一关。在第一关很容易摔的，对啊，这个聊天室上面的静薇说有减伤 OK 的，但是还是要注意。OK， 我们要真的要注意，你消的猪有消到，应该就有办法了。对，好，减伤是减伤，但不是跟你无敌，好不好？不然还是要注意死的。好，这边居民有注意到，需要技能，开心的来到第二关。哎，第二关对这个来最大的问题就是燃烧。哦，燃烧，他很聪明，直接开下欧布的主动技能，不用转猪，直接灌过去。直接就给他灌过去，欧布，哇，这个好用地方就是边，一切都还是照着完美的剧本进行。是的，接下来就是要靠你的手速跟脑袋了，来数数了，免得什么？很可惜，哎呀，可惜可惜，没关系，我们当一下观众好了，好看一下 Jimmy， 好看一下 Jimmy 有顺利的消耗这个数字盾，是，直接带走没问题。哎，剧本现在。还蛮完美的，呵呵，速度也很快，现在只过了1分30秒。我现在有点怕你讲的、完美什么的。那我跟展元哥交换一下位置，来。好了，不过我们聊天室上面还是很多这个很善良的朋友。叶少宗说：“哎，善用起手式就可以了哈。”提醒一下这个选手，这边直接开了 Zero， 有神队员，也要搭配神转珠。这边拼图里面要烧的全部都是。水强化珠有，他排到了，没有问题。水强化珠有，他都有排到。哦呦，带了一个特哥，慢慢来。对，你现在只有花2分钟，然后你这一关过，你就是这个惊喜时间的第一名。MVP， 对，直接把150点的买卡带回家了，有没有机会？是的，球应该是稳稳的打过去了。有了。但是他可以走到多远？是的，哦，尽量发挥你的一个实力。让我们来看今天最快的通关时间，是这边直接手转到了8 combo， 没问题，他只需要7 combo， 多转了1 combo， 天降到11，运气有点好，直接带走了，哟，直接带走，进入到第五关，现在都还是完美剧本呢，哇，进行的非常顺利。所以 Jimmy 比他前面那个正式比赛要来的稳了，对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进入到第五关。对，带了一些雷队友，但还是很顺利耶。好，那这边只要解决队友，女娲对着你笑，笑着你心里发寒。他丢到9号有没有？不过他有丢到13号啊。对啊，我觉得丢在13号就已经赢一半了。对，他有超人。好，这边直接开下了 Zero， 打算不留情面的直接带走了，顺利进入到王冠，第五关也过了，而且他只花了3分17秒，比前面那个山羊还要快哦，好快的手，所以
现在这时候他反而没有压力，所以现在我应该要开启静音模式了。所以他现在反而比较没有压力了，这已经算是那个 对, 对啊，反而没压力，轻松的比赛。对啊，对啊，吼，所以现在只要你又接下来就幸福美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祝选手幸福美满。想想想想，王冠他毕竟就是王冠，对他稳着过应该幸福美满。叶罗说：“阿豪不能再讲没问题了，时间绰绰有余了。”陈伟豪说：“大家开技能啦，静音模式开。”没关系，其实这又不是我们在转的，我常常讲。对不对？我们主播就是负责播报啊，那我们的评估就是他觉得时间都我就是 OK 的啊，哈。啊！这一次我还没讲，换展元跟 Lee Flag， 我只是在叙说我们主播其实我们主播的工作就是 Lee Flag。对。好，那恭喜我们的 Jimmy， 对啊 ，Jimmy 获得我们的 MVP， 对，是这个惊喜时间的 MVP 啦。谢谢两位选手，谢谢。那现在直接进入我们的颁奖。颁奖啦，来 ，Jimmy 留步一下。对 ，Jimmy 请留步。那我们这个第二名的是我们的詹，詹，哇，帅 ，Zero， 好。来，我们先，你不能再玩了，他一直想要过来玩，你站中间，你站中间，对，你们两个不用 PK 了，你们就是有奖品可以拿，直接把奖品带回家。对，我们先颁发呢惊喜时刻的第二名的奖品，我们请工作人员。我们有 Elgato 的。惊喜包，惊喜包，里面的东西很惊喜，我们就不开给大家看。是，对，惊喜包，让选手回家有一个惊喜。对, 對, 對, 對，拿奖品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拿这边，拿这边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恭喜詹，加油！恭喜。那至于呢 ，Jimmy 是可以获得买卡150点，买卡150点。那我这边有提到了，买卡呢，它就是你如果有买卡，不管新会员或者旧会员的这个会员账号，我们就直接把点数呢灌到你的账号里面去。好，也谢谢两位选手，谢谢，请回座休息。谢谢。